Hello， 我是警法，我是協進會 的會員來的，就我呢就很喜歡看波的，由小個八九歲呢就已經是去球場看波的了。我最喜歡的球隊呢就是流浪，就八九歲已經開始放流浪了，就直到現在我都仍然是我的第一最愛的。那啊，警法啊，那我們現在一起去探下流浪的操練，一起去看下他們怎樣練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啊，跟住我嚟啊！今日原來係嚟睇流浪練波啊！係啊，係啊，跟住我嚟啊！佢哋而家練緊噶啦。其實即初初已經第一對接觸球隊咧，就係南華同埋流浪，因為我個街坊咧就係南華擁趸嚟嘅，咁啊佢應該帶我去睇南華對流浪嘅，去旺角場，定即係唔係旺角場啊 ？sorry， 應該係花墟球場啊。咁我見到流浪咧嗰啲球員咧，即係一樣啦，著住件藍色深藍色嘅應該，即係膠嗰啲係。又不是湖水藍，是叫即應該是深藍，跟住有個領是白領的，白領藍色，咁啊覺得好靚。跟住加上見到啲球員咧，個都好拼搏嘅喎，係咁前場走嘅喎，咁樣咯。咁啊，其實嗰時已經喜歡流浪嘅啦。相當我知道，如果我冇講記錯咧，應該係嗰件衫咧，就等於格拉斯哥流浪嗰件衫嚟，即類似咧。咁樣咯，咁啊由嗰次開始就已經中意流浪噶啦，已經係即係個名字又特別流浪咁樣咯。跟住就再之後咧，就成日贏錦標喎。嗰時都流浪都唔，雖然佢係青春班啫喎，但係成日攞錦標嘅喎。我記得有一年係攞雙料冠軍嘅喎，就係應該係嗰年波士打嗰年啦，應該攞總督杯同埋銀牌冠軍咁啊，越嚟越喜歡流浪咯。直至到去降班嗰場，嗰場波一定要贏，流浪一定要贏嘅，要贏2-0先可以護級成功嘅。但係最後尾咧輸咗0-2，咁啊全場嗰時咧，我見阿畢特利，我親眼見住阿畢特利咧喺度喊，喺個好似啲咁嘅後備席度喺度喊，咁我埋到去喺佢面前，我都喊一份。跟住就逗留多15分鐘，咁啊喊住走，再跟住喺五組再打翻場，唔係喺丙組再打翻場。我驚喜送俾你嘅，我哋準備咗一件流浪嘅波衫啦，真係正啊！多謝。咁啊，陣間你可以揾啲球員簽下名啦，著上身啦，影下相啦，咁樣係啦。呢件係咪你第一件嘅流浪波衫啊？係啊。咁啊，都唔容易買嘅，咁所以咧就我哋少少心意，係啦，即係我諗流浪都好多謝你咁多年去投入翻嚟啦。交位左腳同左右，幾難啊！你瞓上太飛飛啦，唔係，過咗你係啦，我要緊。呢個趙坤，飛完啦，得啦，你老豆我都射。係咁犀利，唔係你買過去啲。我想問你，如果係有機會去邊打？